据媒体报道，近日鹿晗早年 JYP 报名表曝光，当年还是高中生的鹿晗喜欢东方神起，怀揣着爱豆梦来到了韩国，在进入 SM 前还填写过 JYP 的报名表。可是在填写 JYP 报名表时，鹿晗竟然手误在体重那一栏填了120公斤，当年那个240斤的胖子毫无悬念地落选了 JYP， 蠢萌笔误戳中了大家的笑点，鹿晗成为巨星的梦想一波三折。虽然因为手误落选了 JYP， 不过阴差阳错的因为在明洞逛街被 SM 的星探发掘进了 SM， 后来以 XO 的成员出道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